谁赢了谁拿$50,000。这是拳皇十五全球锦标赛总决赛的现场，在美国洛杉矶进行 SNK 历史上最高奖金的比赛。2024年3月18日啊，上午的7:56。日本拳皇冠军单挑赛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决定了谁能够拿到拳皇十五全球总决赛的冠军。时隔 SNK 时隔五年吧，重新举办的全球锦标赛第一个项目是拳皇十五项目。这个比赛决定谁是拳皇十五官方认证的世界冠军，而且冠军奖金也是作为 SNK 历史上最高的奖金，$50,000。祭司对战七加社表七。Nice, okay, again, punishing the recovery on that whiffed heavy normal.M-Dash, he needs to get this, man. He's, and he hasn't had anything go his way, really, this entire, the last Grand Final set. And I'm feeling, I got exhausted, man. All that work, bro. Big damage, yeah. All that work. Equalized in an instant. And now has to guess for his life. Okay, great. Good challenge. Yeah, seriously. 垃圾啊，要面对的对面是四哥体力的吉斯霍华德，这也是一个 BOSS 级的角色。吉斯霍华德在当前版本实力的比上个版本是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提升了。好了，空中裂缝前偷袭，你敢跳吗？你敢跳崖的话，老子空中有出波啊，地面也有波，远身又站中脚对空，对吧？大不了还有个上段当身。所以说吉斯这个角色很全面啊，拳脚判定也比较的强大，除了跑起来有点慢点。好了，但是相比较板前两者来说，他们两个半斤八两。完了 ，M 大师终于是支撑起来了，准备要一挑三吗？你打不着我，我能打到你。哎，你看。一点点的消耗，好的，这个虎王拳居然打到两段判定，再来一个新的虎王拳，前中头被对方拆头，又是想发波，但是这次对方果断第一时间解决掉。显而为这个角色的输出是非常恐怖的，别看他人小，但是伤害非常高。这个逆向判定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压制啊！垃圾啊，被他师傅力回的简直是没有脾气啊！前冲站轻脚点到，先搞死他再说吧。反三有点难，说实话啊。红儿来打这个希尔威啊，也是要硬着头皮，不好打。反三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都打到这个阶段的选手，那都是顶级高手，拳皇十五的世界顶级高手，一线水平了。红儿前脚轻腿压到对方蹲姿，马上确认一气操必杀，再两气。稳了，这一分 M 大师应该说拿下，没有毛病了。小青 SWC 2023 Grand Finals。Yeah, well, I'll get next to the adjustment here. He ends up taking the first couple of rounds. I'm gonna be scared for M Dash, man, because I know. 好了，双方的师徒战再次展开了。Absolutely not. All right, M Dash backing himself into a corner, really leaning on those rip hookings. 接下来比赛是来自日本 Lagia 对战日本 M Dash 这场对局。现在的比赛是 Lagia 的七加射啊，在对方的吉斯面前，这次啊不好使了。起码赢的不像刚开始那一臂那么轻松了，也说明 M 大师这个调整还是得到一个效果了啊，不能夸了，一夸又没了。我就不能夸他们吗？Explosive is the word I would use. Effective, you know, great at many ranges. Nice. Deceptively far-reaching. All right, we got Benny Morrow now back in the corner. He's trying to stick out those EX right jinkins. Every time you see that, they're just fishing for a big random combo starter. Mm. You know, M-Dash would not press a button on that block string again. That's for darn sure. Oh, a little too high for the combo.
Lucky break there for Lagia。那就要前面跟 M 大师这师徒二人也算是给小孩上了一课，每个人给小孩剃了一遍头啊，一个人剃了小孩一遍头，搞得小孩估计这两天啊吃饭都不香了，太过分了。平常赞助赛都是我赢你们的。来吧，继续来看 Lagia 对战日本 M 大使的这场冠军争夺战。$50,000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他们来说。Absolutely, yeah. Both these players, I feel like their neutral jumps at certain spacings need to be studied because they're so good at reading when people are going to do those forward advancing moves that are reall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normally. But they call it out and they punish them immaculately. 红儿现在想要突破对方的压制有点难，但是还是要努力，不能一直在角落里。On the back foot yet again, sticking out yet another EX Raijinkan. I feel like he's getting a little desperate. I mean, there was no movement there to react to. I mean, it's a pretty buff move. Like, they touch any part. 坏了，你看。Speaking of buff, 板崎良简直是天克红儿吗？这是啊。怎么打都有理了。二打一，优势掌握在拉基亚手上。俺们的这套 EX 百裂拳打完之后，后面要取消龙虎乱舞一切。最关键，打完之后还有一个选择题，你是要防正向还是逆向？这次 M 大师判断正确了。三起的伊斯拉摆边片头一次，再来一个。我估计，但是这里对方识破他的想法了，直接战清泉怼开。只是这次终究是没有顶过。对面下清泉摸奖摸到了，一波带走。哎，省气啊！他省气啊！你省气干什么呀？M 大师是哦，飞达金没偷到，还有23秒，还有一颗气啊！只要一个大破绽，他这点血量刚刚差不多了，就要被对方带走了。嗯，$50,000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一比一平，双方打成一比一平了。Finds a big jump in. M dash really needs this. Has Lagia in the corner now, but so far he hasn't really been that successful. OK， 那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拳皇十五全球锦标赛总决赛了啊，总冠军争夺战了。Lagia作为败者冠军。复活来进行最后的终结战啊！他的师傅 M 大使正在被他关在厕所里暴锤啊！你呀，师傅，不行，五万刀给我吧，是不是？我拿大头，你拿小头啊！我们六四开啊！哈哈，怎么样？来吧，这场对局来对拉格亚对战日本 M 大师的精彩对局。板崎良要终结他师父的祭司花的。在之前啊，你包括小孩的红丸。M 大师红丸在拉基亚的板崎良面前真的是很吃力的。你看，哎，这个下重拳失误了，断确认失误了，那给了对手一个喘息的时机。远身战中近身战中脚下来对轰的一个虎袍轻拳，但是距离太远，没办法再接一个ES 版的重虎袍。好，下重拳对空，你看到没有？红丸现在被立回的死死的，早了，这个下重拳蹲重拳出早了。对面的红丸发起了角落的压制，前中想抓头，但是被拉基亚再次来了两气确认龙虎乱舞。咣，真他疼啊！怎么死？红丸下盘摸桨带了一气招杀，反动
不用接反动了，直接接升龙了。I don't know how he does it. This man is so clutch. With that much life left, too? Gotta be sweating bullets. 好了，咱们继续来看现在对局，来自于日本哪家的大将？这是一个妹子啊，可以放出万伏高压电的谢尔维。第一次登场是在拳皇十四时代啊 ，M 大师也是眼一闭，心一横。Looking for the Yashibari Taiku. Wow. Rare DP from the Isla there. That's right. Always risky. Wow, 三连轻脚带了 BC 脸，只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少了，只能接一气超杀。M 大师的伊斯拉在角落里对拉架发起疯狂的压制，这一次双超杀取消 ，M 大师拿到了赛点，$50,000，距离 M 大师只有一步之遥了。哎，没死啊！啊，没死，再补一脚。好了，$50,000的归属战、争夺战展开了。这是拳皇十五全球锦标赛总冠军争夺战了，胜者拿到总冠军的荣誉，还有$50,000的奖金。两位日本高手啊，来争夺对手的总冠军。日本拉基亚跟日本 M 大使，师徒二人来争夺对手冠军。这个 AB 也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啊，时机拿捏的刚刚好，距离卡的刚刚好，你打不到我。瞎射再次把基斯关到了厕所里，大哥不要出来了，老老实在里面待着吧，多好啊，是不是？又是一个前 A 发起跳压，那现在基斯又被对方立回到本边，又是前 B 带 ES 升龙，有没有普通升龙？继续下段轻腿摸奖，基斯现在被打的只剩了两个多的体力了。拉迪亚现在牢牢控制着场上的节奏，要跳低，站在地面操作前跳轻拳打蹲姿。二级通完对于其他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拿下的对手啊，毕竟对手的体力那么多，他的体力只要对方一个小连段他就没了啊！居然急了对方的出招，打 counter 了啊！百元大专辑追加一个前 A 之后，得跳 CD 小跳 CD， 各种 CD 压制啊！红丸现在又一次近身前小跳轻腿逆向成功，这里真的地面免血的板崎良又要手上留着两气，打好的话一套带走，你看。我怎么说的？打好一套带走，但真的话音刚落，真的是一套带走了，兄弟们。我发觉我说话怎么这么灵啊？好了，继续来看现在对决吧。这场拉吉亚对战日本 M 大师的师徒大战，争夺冠军。Little out of the corner, looks like. Oh, that now he's definitely out of the corner. Yeah, definitely had an opportunity for an activation there, but didn't choose to take it. Yeah, Lagia looking a little gun shy on defense at the moment, looking a little desperate, maybe. Man, that was scary, just running up like that for the little. 板崎良现在被压得好难受啊。哦，战斗群打乱跳，到了伊斯拉斩杀线了。怎么样？我刚说到了斩杀线了，他就到了斩杀线了。Once again, this is a three-bar Isla. I mean, rather three-bar Lagia Sylvie. That's right. Oh, no activation though. Wants to hold on to it. No DP. Trying. Oh, oh no, can't take too many more of those. 来吧。Are you serious? He wasn't even challenging anyone. 来看一下拉基亚跟他师傅来争夺比赛。师傅拿到赛点了，赢下这一分$50,000就是 M 大师的了。明显徒弟不想这么快就结束啊，师傅，让我赢吧，我们打一个 S 局。啊，失误了。M-Dash totally content just to hang back.
到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是姜是老的辣？垃圾要把师傅送走了，师傅啊！5万刀，是我的，双方打到 S 局了。好吧，来看看两位猛男的长对决，光着膀子的吉斯霍华德对战这个白头翁七家社亚史鲁啊，到底是清理门户还是欺师灭祖啊？我们来看看这场正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剧院发生的拳皇事务全球锦标赛总冠军争夺战，5万美元到底是拉吉亚的还是他的师傅 M 大师的？到底是清理门户还是欺师灭祖？就看接下来这一臂的这一臂啊，这一臂就是3万刀啊，冠军5万，亚军2万啊，这一臂含金量非常高，3万美刀啊，赢的话冠军5万，输的话亚军2万。拉吉亚说：“师傅，未来是我的，你不给我就自己抢。”M 大师说：“徒儿啊，师傅这几年也不好过呀，搞个养老钱吧，对不对？靠着奖金要养老呢。”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来自于吉斯的进攻开始了。拉吉亚要感受师傅的怒意了。M 大师要做好防守，还有8秒钟，拉吉亚的优势，这点血量可以翻盘的啊！新的时代要诞生了， M 大师终究是上了点年纪了，只有23岁的拉吉亚。百万大师终于打完之后，我要补一个追加钱，最关键这个起身得是一个难点，红丸只能被动防守。 M 大师说我要清理门户了，逆突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怎么办？Absolutely.Now you can't do that. Dude, he already told you once. He's so desperate. He's just throwing those out there right now. Okay, nice. Okay, the EXPP finally. Wow. Lot. Ready. And that Rio comes in with so much resources. So many resources. Okay. Trade again. What's he got for him? Oh. Doesn't get the cancel early. Into the EX Raging Kick. Oh my gosh. And he just. 师傅现在也要想想怎么来解决这个逆徒。二打一。场面上来说 ，M 大师是处于一个劣势的，但是好在他还是满血状态，上来就是一个跳腿踢，解决这个板墙，一切皆有可能。还没有完，还没完，压逆向，师傅现在有点慌，徒儿啊，拉加现在在板边做出一个扎实的防守，远身战中腿对空，可惜啊，对方没跳，师傅不跳了。哎，想骗对方奥生龙，但是拉吉亚现在是一心求稳，不熬了，消耗很严重啊！生龙打空，没打空。拉吉亚距离5万美金只差了4哥的体力。长江后浪推前浪吗？前浪要被拍在沙滩上了，看来。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现在的局，来对拉吉亚。哎呦，差一点啊 ！M 大师刚才有机会确反的，但是他估计也是慌了。还有13秒，拉杰要发起进攻了吗？还是 M 大师要活活拖到时间？8秒钟，我估计，我操！拳皇失误，全球锦标赛最终总冠军来自日本新生代的高手，日本拉吉亚，5万美金。总冠军日本拉吉亚，天哪，5万美金属于拉吉亚，亚军他的师傅日本 M 大师，到底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了。